大家好，我是铁头，今天买了两个鸭大腿来做个好吃的，做法简单，吃着肥味。先把鸭子清洗干净，洗净后用厨房用纸把水分吸干，锅中倒多一点油，把油烧至六七成热，会冒泡就可以了。然后把鸭腿放进去炸至微黄，由中小火慢慢炸至金黄。炸差不多了，这些皮有点硬了，可以把它夹出来了。准备一个大碗，放少许的八角，几块冰糖，少许姜片，半碗的生抽，一瓶啤酒，又少许的胡椒粉，把它搅拌均匀。把沥干油分的鸭放入锅中，淋入调好的料汁，把皮朝下，这样子上色比较漂亮。盖上锅盖，调大火烧开，烧开后转成小火来焖半个小时左右，把汁焖干。哇，好香啊！我们的鸭大腿差不多好了，煮的时候中间要多翻几次面哦，让它好上色。汁都差不多干了，可以了，关火出锅，把它夹出来，稍微放凉。稍微放凉后就可以砍块了。浇上锅中剩余的汁，这道炸酱卤鸭就做好了。喜欢的朋友试一下，香气十足，味美鲜香，比烧鸭吃着还过瘾。吃点啊，可以啊。